我也没听清哥你说的是什么地址啊，你不行的话你给我发个微信位置，我用的位置给你估计也可以，只要是你的电话号码对就行了。啊？真的没有。我也没听太清，他不会打字，然后他地址用的语音。我让他发位置，我给填下去了。这样也对。我媳妇啊，确实瘦了。你给我删，删不了了，撤不回不了了，过两分钟了。你这儿删没？你只能通过我手机删。这我发我这儿删了，你那边也删了。这块真贵，这边再重发一下。我这个都没收。对，他说对了。这都没收，我连发整乱了。你发我，我回去也不行。这账号都没收啊。没收不是，我来我整。你点我那个。这个都没收，这个。我给你删了。还有几个小牛蛙，发给副指导，会懂吗？他没有，他用他微信名字吧。啊，那用微信名字呗。我的算是牛蛙达人吗？我吃了至少得50只牛蛙吧。50只没有，30只就得有了。老喜欢打飞机。